好，各位好，咁今日咧打打呢一个嘅活动战，咁呢个活动咧其实比较有趣，就系咧你只可以用一啲低 cost 嘅机体啊，所以你见到我呢啲机体都比较比较低 cost 就系300 cost 以下，我就拣呢四只咧，因为冇咩嘢拣啊，系啦，咁呢个就唔系正身嚟嘅，即系正嗰个主 account 啦，不过呢一边拣佢嘅原因，因为多少。多少少嘅低 cost 機啊，所以我就揀呢一個這個帳號玩啦。如果主帳嗰度咧就冇咁多低 cost 機啊，係啊，要重新要再整唔夠位，所以我要玩呢個啦。第一隻咧我就出呢一個嘅 Full Armor， 係咪 Full Armor 零根盾嘅啫？係啊。咁大家知唔知啊？因為玩根盾都知啊，近期都唔近期啊，係啦。之前有一个重大的更新就系咧，几乎咧依家每场都一定有呢啲叉电嘅，系啊，叉呢一个系必定会有嘅，你见到大家都系啲低 cost 机啦，即系好多都系渣股啦，渣股嘅一啲机体，好嚟啦，我一嚟即刻射一炮佢啦，好，呢都系啲乱咁射先一开头，好，跟住再慢慢睇下边有即刻一嘢射过去。嗯啊，哇 ，OK OK， 系咪 OK？ 成个细 OK， 一嘢射过去，好波，我波喺度即刻啊，喂，冇 ，OK OK， 我敌人一嘢射落去，班好波 ，OK， 哇，大我啦，上面俾人打紧地图，一嘢射落去啦，急冇 ，Team， 一嘢射过去，即刻截停佢啦，呢啲唔好谂啦。一嘢射落去，系大王武器啊！我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头先有个咁大核弹，边个放噶？好嗱，睇呢个战况嚟讲，我哋而家稍微蚀咗少少嘅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好，我呢度出一个老细出嚟啦，即系费事出呢一个低 cost 嘅招，几只小黄人咯。我自己就比较中意用小黄人。好。O、okay. K， 哇大镬就爆咯，就死啦已经，哇行唔到出去呢个救唔到啦，系啊，我哋咁有人救咯，我出去救佢啦，因为咧小黄人点解会用佢呢？因为佢嗰个 cost 咧低，虽然咧佢系最属于比较最基本嘅一个嘅支援机，但系佢嗰个嘅回归，即系呢一个紧急回避，呢个翻屋企呢个时间咧好短啊，所以有一个好处喺度，同埋咧你死咗都唔肉痛嘅嘢，好似50秒嘅呢只，如果你唔装插件嘅话咧，呢只大约40秒到啦，40至50，如果装咗嘅话77左右啦，大概系咁。咁一个支援机系好需要噶，尤其是啲老细咧，俾队友一个安心感。如果唔系咧，就会发现冇支援机咧就会唔系好落力咯。我谂系睇喺度，最好嘅一个专业嘅支援机，最好就收埋盾啦。系啊，我其实可以行开一度先，开个雷达，帮大家扫下雷。O K， 扫完队跟住就可以帮大家回一回啦呢度。好，我暂时输紧啦，都仲系吓非常之遗憾地。我咧第一次打呢低 cost 嘅一个场，所以我都唔系好知道应该拣啲咩。但系拣翻啲大路嗰啲啦，都系零根呢只我都系成日用嘅 Full Armor 零根盾。好，咁啊见呢个位置都睇落 O K， 咁啊即刻帮大家收嗰度。冇啊 ，OK， 即刻重新，呢只唔好死啊！各位加油啊！靠你哋啊！我靠你哋啊！我加油啊！有玩咧跟踪嘅话咧，你试一睇住个地图。哇！得阿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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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，试一要望住个地图。哇！要死阿宝啊！阿宝。阿宝追住嚟打，因为呢一只嘅老细咧，佢个回收能力，佢个维修能力太强。而家暂时输少少嘅，我哋睇下有冇指挥官指示，如果唔系都比较难突入啦。暂时好似冇指挥官指示，所以都有啲麻烦。
一隻射落去啦，咁大膽，大前啊啩你，一隻再射落去啦，啱啊，我哋射咗自己有咯，唔緊要，但係見到大家都係叉住咁樣衝出去，一隻射落去，啱啊，哦，呢嘢一出嚟佢死啊，啱啊，走，翻，走。我真系得呢啲场，你先会见到咁多低机嘅，一直射落嚟，俾大我啦，冇啊 ，OK OK OK， 好捉啊，好暂时唔好冲住，唔冲得住，你等一等啊呢个位，等一等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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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命啊，救命、啊，大石头啊，哦。好，咁啊呢一隻嘅马刀我第一次用啊，所以我都唔系好识点样用。咁首先先熟习一下先。哇，喺呢个系飞脚 ，OK？ 呢个就 SA 嘅一个大，即系 SA 嘅炮啦。呢个就普通大炮啦 ，OK？ 大概知道啦。好，喂，召唤机 ，OK？ 喂，小心啊，嗰边有剑啊，冇俾佢走。通常呢个情况呢唔走都得㗎啦，飞个血量佢，因为死紧佢。好，先避一避先就，我发现呢只其实都几劲咁样。哦，蓝币网，冧啦蓝币网，好，再射落去，呢度有剑。哎呀呀呀！走啊走走走走走走！哎，打我打我啦！救命啊 ！Oh no！ 好 ，OK。咁啊，指挥官有嘢讲咧，我哋就啊，系时候要听一听指挥官讲啦，同埋开始唔够机体啦，我都好。我暂时靠呢一个嘅 A 史玛莎咧，成功入咗入面啦。OK。好，呢个位置草定之斧头啊，因为将会有好多人冲上嚟啊，大家见到啦，好多人冲紧上嚟啦。咁左手边咧，其实都可以照冲过去啦。呢条即刻再补啦，帮人。哇！即刻烧死咗咩人？好，好冇机玩添我而家，要等三十秒先得。好啦，啊、我哋再出老细呢个时候。即刻再一嘢收佢啦 ，OK， 咁啊继续帮大家维修啦。虽然就开始冇乜分啊，定有分咧？我仲有分加啊，但系都就算冇分都要照做啊。通常咧，如果玩细场，即系玩翻啲普通场咧，满咗分就其实可以考虑唔使再收。但系活动场啊，难得活动场，就帮大家收下啦。再冇分嘅时候都，好呢度走啊，走先。この人も入隊。喂你，又系你阿宝，我睇唔到阿宝。阿宝系追住绿色噶咯，我谂佢呢个 A 市，因为都好合理嘅，好正常嘅一件事。系唔紧要啊，仲有十分钟时间，我哋做啦，追啊各位，知唔知道？即刻俾啲士气先啦，各位。好嚟啦！我呢个粒巴温就即刻射死佢啊！呢个真系高分啲，打死强敌高分啲。呢、這个一见到佢咧，啲格斗咧失误咗咧，你就即刻去追佢啦。通常這些呢啲咧，佢嗰个射完之后咧，佢就会企定定喺度，因为喐唔到短时间内。好，好靓呢下，一直射佢，喂，射唔到，走走走走先，因为冇乜机要即刻走啊。如果正常情况下咧，你就算靠嗰个嘅机体短缩咧，你都仲有得玩嘅。但系依家唔得，喂，冇召唤机喎。系啊，呢个时候咧，如果有老细咧，即系头先绿色嗰只蟹都会好好多啦。我认为，因为就嗰速度快好多咧，你靠呢一个嘅单只召唤机呢啲枪型嘅回复咧系比较慢啊，同埋只系单只咧。所以就 OK， 咁啊行得啦，唔使补太多啦，唔使补到满嘅。呢度补到大概一半上啲70-80%，我觉得差唔多啦。第一唔中咧，哎，好波，谢谢。
如果老細嘅話，當然就最好補滿啦。但如果唔係嘅話，最好哎呀，死都自己有到。最好就讓一讓，係。好。哇！但我都翻200，翻200啊！我哋而家實力拉嗰個差距拉近緊嘅，其實大家見到上面咧拉得好近啊，越嚟越。系啦，咁啊，尽快补完一半以上，70%咧就可以走得，我走呢个位要。啊，呢度要即刻睇位啊，好紧要嘅。啊，好，走。OK。啊，好紧要啊，呢度睇位，啲重要，一只射落去。Oh no！ 好啦。咁啊 ，KD 拉近咗啦，靠住啊，非常之好啊！哇，系呢只盾，呢只盾都出得嘅，原来呢只盾出得噶都几强。对面嗰只嘅联邦嗰只盾咧，佢嗰个防御程度好高嘅。如果你开咗个盾模式，啊，防到起码60%伤害，至少啊，唔止咁少嘅。即系佢仲有其他插件装埋嘅话，仲多啲，但系就嗰、那个防、那个攻击性能可能差啲啊。如果你开住个盾。我都玩过，好硬嘅，非常之硬。但如果你唔解开个盾嘅话，净系得 BB 弹可以玩嘅。OK， 咁啊 ，KD 就暂时赢紧啊。而家地图上大家见到三号点啊，抢得好激烈啊。咁睇嚟都想抢一个据点之后攞偷基地啦，大家都想系啦。好 ，OK， 追击 ，and 啊，好可惜啊，避唔冧佢。哇，坦得遮喎，救人，绝对唔可以俾你救人喺度。有冇人呢度仲冇啦，冇啦，冇晒，走。呢个支援机 ，OK， 好，即刻射过去先得嘅。哎哟，呢呢先呢度。哎哟，大镬，乜鬼嚟？储紧，储紧。OK OK， 一嘢射过去，嗯啊，好，暂时，哇，又烂雷达，又烂个 camera， 望望先 ，OK， 一嘢射过去，再快 ，OK， 争少少，即刻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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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咩盾佬，系咁穷追猛打，有老细添 ，very good， 咁啊老细揼三下就搞掂 ，OK。大概自己數啊呢度，可能嗰少少就已經爭好遠嘅。可能你話我等佢慢慢補補之後，確保之後先行，但係根本已經爭好遠啦。哎呀，跌啦跌啦跌啦！但係冇事冇事冇事，有人保住呢度有劍，一嘢射過啦！哎呀，唔中啦！啊 ，no！ 好，其實呢嘢差唔多可以攻出去啦。我。呢、這个名字打佢啦！呢、這个名字打佢啦！砸火佢出嚟、啊、大家见到射咗好多枪都未死嘅，呢、啊這个就系嗰个 TB 吉姆 TB 个盾个威力。呢、啊、度其实顺便讲埋俾大家听咧，呢、這、一个嘅走位咧都好紧要。哇，又输翻少少，500咁啊，全力进攻上路 ，OK 收到，好。呢度大家即刻俾个欢呼大家啦，接招上啦各位，够啦，上啦，好等啦，好呢、這个 TB 尽量唔好打呢啲 TB， 其实呢 TB 打系冇乜意思，系啊，除非我哋集火，我哋火力够啦，如果唔系嘅话咧，尽量就唔好打呢 TB， 我觉得开个爆火先。系啊，呢度即刻入去打佢几下基地先啦，唔好谂啦。因为我呢个重点唔系用嚟咩啦。啊，大家见到呢度开始有人嚟啦，即刻守住啦。系啊，呢个嘅时间差都几好用，几好呢个时间差。因为我即刻死咗翻去咧，至少可以守到一波先。啊，地图方面咧，大家蓝色嗰度进攻唔到啦，我哋而家战力有优势，非常之好。好刺激嘅呢啲战，呢啲赛果系就几刺激啊！好，即刻一只射过去，好，冇咩走 AEU， 呢只 AEU 都可以拎出嚟嘅，呢只系咪 AEU 啊？
啊，呢只系蓝色嗰只 AEU 嘛，系嘛？好，咁啊，暂时我哋要攞翻四号点先啦。地图上面写，喂，又系你，唔好死啊，狗仔 ！Oh no！ 一个邪恶之物杀咗我哋狗仔，我哋嘅沙漠之父啊嘛，一嘢 bang 佢。好啦，呢度唔好揸，唔好揸，同埋我冇乜机睇啊。呢度仲有剑，好，新人类发动，哇，蓝卫王。想走？想走？哎呀，死啦 ！Oh no！ 佢个大炮红 lock 咗我啊！黐线嘅呢个位置放喺呢度都有嘅，大佬黐筋嘅喎，真系开到中间唔得喎。嗱咧，阿宝又出嚟啦，好惊喎！你啊，你先一放中间咧，绝对唔得，因为对手望到咧，好快会爆，尤其是见到。尤其是如果你冇变色咧，老细好易睇到的。OK， 咁啊，零根特喂宝啊，哇，佢又见到我啦！我俾阿宝杀咗三次。其实应该要走嘅，但系就冇走到。OK， 嗯，暂时睇到我哋赢嘅几率都几大。好，咁啊三。一号位即系依家我哋企喺呢个位咧，开始有人进攻啦，咁啊即刻唔好谂啦，一嘢射落去。Oh you， 啊见到咧，佢系咁揿紧个 X 咧，嗰个紧急回避。佢呢个紧急回避咧，如果落得，如果走得好咧，其实可以甩走嗰个红落。所以我谂就系呢一个咧，嗰个嘅 target。哇喺去边？哇！斩完唔知去咗边，好在我照一照到啫。OK OK， 一隻片落去，哇！呢、這个就咁冲过嚟送死，上啦兄弟们，接招！好，呢个一定有结啦，即刻射佢。OK OK， 肥佢，肥得靓啦兄弟，上啦！一分钟时间，绝对唔可以嘅，松懈啊呢度，一分钟时间都系一分钟啊，好危险，射佢。好，暂时我哋冇，我冇机体，我唔想送呢只出去啦，我走一走先要。系啊，呢度大家自己衡量嗰只机体送唔送出去啦，一直射埋啦。Okay. 哦，呢只呢一只嗰只，哇大镬！佢呢个走位有啲惊。隔篱有只啦，系啊，我已经死咗啦。中间开始抢点，但系已经升护差唔多完噶啦。哦 ，OK。打我七八分都打得几几认真叫做，因为我都好少打到咁高分。好，追啊靓仔！系啦，依家呢一个世代咧，对面嗰只其实好劲嘅，但系咧依家呢个世代 S A 嗰个追尾咧太屈机 ，F A 就变相冇咁强，因为 F A 一定会甩嘅，就算你好近咧，你都好大机会会甩。反之 ，XSA 基本上 100% 中眼、啊，所以今场我哋咧赛事系胜出嘅今次啊。咁啊，睇翻嗰个嘅战力方面啦，最至军嘅一个伤害咁啊，十一点嘅据点啦，我哋打据点赢咗十一分咁啊 ，MS 就52.91。咁啊，对面据点都打高我哋0.5% 啦，咁啊，但系 MS 就输咗 10% 差唔多，啊近 10%， 所以赢嘅就系 MS 啦我哋。咁啊都系几好玩啦，打咗千几据点咁啊，39个支援就系老细嘅支援啦，再加攻击相当厉害。啊乜都冇嘅系啊，但系就乜嘢阶级都冇，但系咧就攞到呢一个嘅 bonus 咧活动嘅二 friend 报酬，咁啊有个金箱，有个十抽券啦。咁如果打到最后咧，佢又有一个嘅 DX 券啦。咁啊，纯粹当买其实都唔错。你话奖励系咪好丰富？都唔算话好丰富。不过就呢、這个场你真系好难得先会有啊，所以都几吸引嘅。系啦，咁第一场赛事胜利、啊、之后咧，我哋就等下一场赛事啦。アムロ、行きまーす！やっほー！